的七大法冠，它是由纯银材质搭配上天然宝石还有珍珠呢所组合而成的。然后哇，我先注意到它手上呢手镯非常的漂亮，这是呢我们秋日的蝴蝶手镯，蝴蝶呢翱翔的呈现，让人呢真的是美得呢炫目啊。再来看到呢我们的今天的围绕相当的有大自然女神的风貌，有花朵而且有蝴蝶，用呢我们大地设计的来进行呈现，更加呢有迎来了我们秋天的气息。那接着也碰到了我们鹿儿的身上呢，我们佩戴的是呢 S Jewelry，可以看到呢，它是呢特别为我们佩戴上了有我们的三大材质，也就是呢缤纷橡胶，以及呢金色满红，还有月光之谜哦，三大材质进行混搭，正符合呢我们呢鹿儿的一个相当具有个性的魅力。因为呢两位呢穿着风格非常的时候，就是呢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呢佩戴上我们的白定式珠宝之后，都能够呢展现呢他们个人独一无二的性格以及态度。好，我们各位现场所有朋友呢，要麻烦两位哦。麻烦大家多多的按几下我们的快门哦。那麻烦两位呢，帮我们稍微转向一下，看一下呢我们的右前方这里。好，如果你们来得及捕捉的话，可以帮我们按一下快门。好，再帮我们看一下呢我们左前方。好，最后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喽。好，让我们正前方的朋友多捕捉几张。谢谢。好的，欢迎两位。好，两位是不是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恩。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恩。哇，今天难得可以同时能目睹到我们姐妹的风采啊！你们身上佩戴都好精致，而且好漂亮。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我喜欢我这个 Tiara 的法冠。哇、wow ，真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可以自己有创造，然后创造出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是，戴起来更加有那个女神呐、啊，白金很女神的，戴上去之后更加女神加分的感觉啊。谢谢。好，那我们的鹿儿部分呢？很喜欢我手上的这个，黄铜，然后缤纷橡胶，还有纯银，哇，好电极起来。是。最近很开心。姐姐很认真啊。这个。姐姐会比较紧张害羞一点，没关系没关系。今天难得也看到我们两姐一起出席，紧张慢慢说，我们有很多时间呐、啊，好不好？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非常呢，感情也很好，然后应该都有在收集一些我们的珠宝。那对于我们这个品牌，你有没有特别的想法？戴上去之后，大家应该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蝴蝶，手上的蝴蝶，还有一只猫猫。哇哦！因为我家有养猫咪，所以我就想说可以设计一款有猫咪在上面。是，就戴着它的时候，就感觉带着自己的女儿。哎，我是放了一只。对，应该要带一只狗。对啊，我喜欢带一些有元素的东西。然后，其实你们看我的链子也是有精灵。其实 Trobit 就是 Tro 就是精灵的意思。我想要就是凸显它，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它就是可以守护我们，像精灵般的这样可爱。是，就是呢，可以像精灵一样的带着我们往了幸福的国度，就是呢更加的美满幸福。那我们的杜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的部分就是它就是比较属于比较个性，然后也比较符合我，因为我比较主性，对，偏中心一点。是，然后它这个亮盘都可以自由的搭配，然后反正就可以搭配出当下我想要的感觉，而且它对。链接起来其实也看不出，还是有一个这样子链。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链环有没有，就很像我们 DNA 的那个符号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链接出了专属于你自己的 DNA， 就是别人所没有的。对，所以请自己来自行创作，对不对？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我们可以能量身定造，然后呢，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就可以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我们的珠宝在身上。真的，好。那我们的两位呢，我们还是要来问一下啊、哦。我们两位呢，今天特别的来到我们这里呢，然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次的法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就是呢，帮自己呢来做加冕。我们呢，女人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公主，要做自己的女王，就在为重要时刻的时候呢，帮自己留一点纪念。那两位有没有些什么样共同的回忆？我们两个只要是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有满满的回忆在身上，有没有特别难忘深刻的？太多了，像其实我很感动的是，我小时候，早期没有啦，
其实就大概两三年前，年轻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姐姐都在加拿大，我两个姐姐都在加拿大念书，他们都不能回来。然后于是他为了我说：“姐姐，我好想你哦。”然后他一句，我就这样一句话，他就买个机票从加拿大偷偷跑回来。哇！这是我觉得真的很感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姐妹感情真的很好，就是我们家的人。那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那种默契事件嘛？比如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情，或是我想买一个东西，回来去之后发现，原来姐姐跟买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太多，近期好了，我们两个共同剪了一样的头发，真的，我们两个都已经过腰了，头发都已经过腰了。然后他就是突然前几天而已，就在前几天，他到我家，我说，头发怎么变短？他说，对啊，他今天刚剪。我说，我昨天才剪的，就我们两个怎么那么巧？就有儿童，很有感应的感觉，真的。我们就是想说，是不是我们两姐妹真的有那种心电感应，双胞胎应该是，只是 DNA 啦，只是可能有差了几年，不过没关系。对，还是呢有良好的默契，我们非常开心，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这么开心而且呢感动的故事，创作于呢专属自己的魅力呢，就是可以在这重要的时刻，透过我们的珠宝，百变色珠宝来帮自己打造，对不对？对啊。好，那我们两位呢，接下来还有个重要任务呢，要来麻烦你们，好吧？因为呢，两位呢现在已经呢非常的开心、甜蜜、幸福。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又邀请到一位哦，其实这位网友是呢他自己来信的，他说呢，在这样子呢，我在年底的时候我要结婚了，即将成为的新嫁女，那我也希望说呢，可以将这份幸福也可以呢传承下去，给我呢最重要的闺蜜，所以我就很难得呢把她邀请到现场来。然后是两位，因为来信会不会是因为我现在就来了？我怎么不知道？不是，我们没有收你的信呢，在途中了啊。然后我们再收一下，下次再帮你办一场。好，我们先收到另外一位，我们这一位新嫁娘的，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我们这一位准新娘来到舞台上头。好，我们呢特别准备给她的礼物，就有两位来帮我们带上了，好不好？没问题。好，接下来呢，一起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媒人准新娘来到我们现场，欢迎 ，Hello。好，我们先请他跟他打声招呼，好不好 ？Hello， 怎么称呼你？我叫佩云，是不是？哇，我们的佩云呢要结婚了，所以今天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来到呢我们的淑女孩饭店店的开幕活动，然后从维恩以及路尔手上记上自己份的甜蜜幸福的礼物，我相信会让你的婚姻更加幸福美满，好不好？欢乐呢就可以呢长长久久，幸福也可以呢长长久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礼物了，好不好？好，我们请呢我们的珠宝顾问呢为我们呢送上呢我们的礼物哦。这个礼物呢我们会让呢我们的洛以及呢我们的维恩来为我们的小雨云好佩戴上去，小心哦，小心。好，现在露儿呢就是来帮我们的准新娘所戴上的这条是精灵的银项链。好，这个银项链呢是跟我们为人身上这条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有一个呢我们的精灵，所以刚才说呢我们这个精灵呢会引导你找到答案，前往幸福的国度，以及呢也可以呢探索你内心的精灵，寻找呢专属于自己的宝石。再来是法冠的部分，我们就呢麻烦我们的维恩来帮我们戴上啊，戴上法冠之后，觉得舞台上头有两个女生的感觉。好，小心哦，我们来戴上。好，这个是呢我们 Tiara 法冠 Masa， 上头可以看到双星以及不谋而合的银三角组成，代表呢有结同心，心灵相通啊。好，祝福呢我们的准新娘可以呢甜蜜幸福，可以哈。我们的准新娘有点委屈你了，半蹲啊，可以。好的，最后送上我们幸福捧花，将这份幸福传递下去，好吗？谢谢。好，那我们左右各一位，好不好？来，我们的露儿就是过来这边，跟着我们的准新娘一起合影，好吗？现场所有朋友呢，欢迎大家再次来进行捕捉。本地式珠宝呢，就是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惊喜，透过你自己的随心创作、随心所欲，就可以打造专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而且呢，每个人所呢搭配起来的都不一样，可以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与态度。好的。好，帮我们转一下上，好不好？看一下右前方这里。好，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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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新娘。
祝福你哦，恭喜恭喜，谢谢。那两位先请留步，好不好？难得的时刻呢，接下来我们要再次呢，热情掌声来欢迎 Nootropics and X Jury 共同创办人我们的 Sharon 的 Peter 来到舞台上头，一起呢，又来跟呢我们的两位三位嘉宾合影，同时也欢迎到我们的黄一和执行长，我们的 Irene 来到舞台上头，欢迎欢迎。好，我们再次呢，用热情掌声呢，欢迎哦。好，现在我们要再次的合影，我们要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好，再一张哦。好，我们稍微的往左边靠过来一些些，好了，往左边靠过来一些些。来，往左边靠过来一些些。好，哎，左边，对对吗？对吗？好，可以吗？可以吗？我们请现场的摄影师，左边是不是？好，这边这边。Sorry, sorry.镜头，好，帮我们转个向，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镜头。好，看一下左前方镜头。好，最后的这个右前方镜头一个画面。好的，谢谢 ，Thank you， 谢谢 Mary。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的青年姐妹会带着大家进入到我们概念店里头，一起来进行导览。导览结束之后呢，会进行到我们的媒体联访。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大家哦，可以呢直接呢入店来进行跟我们的导览的部分呢。谢谢我们的青年姐妹，一起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两位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导览的部分，也提醒各位，稍后呢我们还有三位老师以及优品老师，还有时尚部落客们会为我们现场介绍呢更多款呢 Tropics and Xury 的佩戴。所以请大家来点拭目以待喽。可以先拍一下，好，拍拍。姐姐有点紧张，不要这样。姐姐有点紧张，不要再逼她了。姐姐叫你很棒，今天很美。好，谢谢。好，我们陆文呢，旁边稍作休息。好，欢迎我们的维恩。